Rayway 近期为大家带来位于曼彻斯特市中心的旗舰高端府邸 Anchors Garden， 提供一至三房单位，配备罕见智能发热地板，加上全屋英国制电器以及意大利家私，近500尺一房，售价仅由$2,600起，加上齐全设施及生活配套一应俱全，受市内上班族及港人欢迎，无论自住定放租同样适合。项目所在地 Anchors 是工业革命摇篮，在曼彻斯特城市的转型后一改以往的工业风，摇身一变成为最时尚新兴的地区，不但被 Time 收评为 World's Coolest Neighborhoods 之一，同时亦曾获 Time 时报选为全英国 Top 20 的时尚居住地区。不少著名食肆、咖啡店以及市内唯一米芝莲星级餐厅都可以在这区找到。除了是一众年轻人居住消遣的地方，这区更有很多共享办公室及初创公司，是当地年轻创业者追梦的首选地。 Anchors 区尽享地理位置优势，邻近 Victoria 及 Piccadilly 火车站，同时步行10分钟可至市内核心购物区，生活配套齐全，加上毗邻英国西北最瞩目高达8亿英镑发展重建区 NoMa，商厦、购物中心及休闲设施将陆续落成，令坐落 Anchors 的项目升值潜力极高。同场更设有免费讲座，英国回流的物业专家婷婷将会亲身分享曼彻斯特 Anchors 区的独特之处及未来升值前景，万勿错过啦！到时我哋会做足防御措施，等你睇得安心。